我们爬思源桥的好汉坡，刚爬上来好喘哦。下面这个就是思源吊桥，五界坝顶。这里其实、哦、可以停下来看一下蓄水湖。其实原来这边有个秘境，嗯，但是现在厕所放在哪里？厕所还要再往。哇，你看这里，这座山的后面。涌出去的水，你喝的就是牛奶。可能那个矿物质。再来，对，现在那个大概是我们这里是在坝顶。你要从这边过去，还是从那边？我来看看。你要从这边。倒退走，膝盖比较轻松多了。我们这样倒退走，膝盖会比较轻松多。它地上有止滑的铁条。他说一次不要超过十个人。手电筒一直这样子啊，对对对。延时的，所以到现在都还是这样。